再传一次，刚刚速度太快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再来一次，复制到电脑，700多枚，刚刚那个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 ，Jeez。OK， 那接着我们把我们硬碟盒的资料传到电脑里，看看速度多快，应该是也是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把我们硬碟盒的资料传到电脑里，看看这个5GB 的档案、4.81GB 的档案到底要传多久呢？来，复制到桌面。What？